来，俊宇，等我拉的时候一定要主动收缩你的背部。背部是哪里啊？它还能收缩？欢迎来到瘦子怎么练显壮教程的第三集。很多瘦子开始增肌，明明胸肌和手臂已经练出一点肌肉，开始显壮了，但从侧面看，身体还是很单薄，就像纸片人一样。有同样苦恼的同学来这里集合，扣个一。决定我们身体厚度的，并不是前面的胸肌和腹肌，而是身体后面的背部肌群。这是新手最容易忽视的部位，但它也是瘦子摆脱纸片人称号的关键。那么这期视频，我来给大家讲解背部应该怎么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卓叔，这里是瘦子增重的百科全书。要练好背部，首先要知道背部有哪些肌肉需要练，怎么练。因为背部的肌肉很复杂，密密麻麻的都数不过来，感觉无从下手。所以我们要简化一下，新手练背只需要记住这两块最大的肌肉，一块是中间的斜方肌，可以让背部变厚；另一块是两边的背阔肌，可以让背部变宽。而其他小肌肉，我们这个阶段暂时不用管，在练这两块大肌肉的时候，基本都会被带到的。那这两块肌肉对应的是什么动作呢？主要是这两个类型。背阔肌对应的是下拉动作，例如引体向上、高位下拉等。一般练完之后，你都会感觉两边腋窝下面这块区域很酸痛，这就是背阔肌和它的一些协同小肌群的感觉。而斜方肌对应的是后拉动作，例如往后拉的坐姿划船，还有角度不一样，那同样是把重量拉进身体的俯身杠铃划船、劈杆划船等等动作。这些动作不仅能练到背阔肌，还能刺激到斜方肌，也就是中背部这个区域会有酸痛感，这是斜方肌和它的协同小肌群的感觉。所以新手练背就得在脑子里先有这么个概念，用下拉的动作练背阔肌，增加背部的宽度，用后拉的动作练斜方肌，增加背部的厚度，这样你就知道自己练背的时候练的到底是哪个位置了。到这里有的同学可能就会问了，但这些动作我都已经在练了呀，每次练完都是手臂的肱二头肌很酸，背部完全没感觉啊。不知道背部怎么发力是新手最大的问题，这里我给大家两个方法帮大家控制背部练出厚度。第一个方法是控制肩胛骨。大家要先记住一个概念，上半身所有的训练都要看肩胛骨的控制，而下半身所有的训练都要看骨盆的控制。就像上期视频教大家练胸，第一步是什么？锁定肩胛骨嘛。那么练背也是一样的，如果肩胛骨你没有控制好，背部是不会有感觉的。但是和练胸不一样的是，练背的时候肩胛骨不需要锁定，而是要活动。这个肩胛骨的活动我们分为两种。第一种，在下拉动作中，你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做的？做引体向上的时候，总想着脖子要过杆，耸肩耸到耳朵上了。做高位下拉，为了拉起更大的重量，动作就像个缩头乌龟一样。这就是你的肩胛骨松掉了，完全没有控制，这样练确实练不到背阔肌，脖子两侧反而会很酸。所以我们要以肩胛骨下压作为下拉动作的启动步骤。像这样，把身体往上拉之前，首先会有一个肩胛骨下压的过程。这个时候手臂虽然没有动，但身体就已经开始升起来了，然后手臂才开始活动，背阔肌发力，将整个人拉上去。你看，已经完全没有耸肩了。高位下拉也一样，在拉之前先把肩胛骨往下压，然后把重量拉下来。所有的下拉动作都应该以肩胛骨下压作为启动步骤，背阔肌就很容易找到感觉了。第二种，在后拉的动作中，我猜你是这么想的，重量加了很大，拉到一半感觉力气不够，就使劲想把双手往后拉，在双手碰到肚子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动作完成了。但你看，在双手碰到肚子的过程中，基本就是手臂在发力，背部完全是松的，那怎么会练得到呢？这里我们要以肩胛骨后缩作为后拉的启动步骤。像这样，动作开始时，双手先别动，肩胛骨先往后缩，就是用背部夹住一支笔的感觉，然后手肘再往后移动，进一步挤压整个背部。因为我们这个中背部主要就是斜方肌的中束，而斜方肌是长在肩胛骨上的，所以斜方肌有没有被练到，看的就是肩胛骨有没有充分往后缩。而我们的双手只是作为一个拉着重量的挂钩，是不需要发力的。这样哪怕双手没有碰到肚子，你的背部肌肉充分收缩了，就已经练得很到位了。俯身划船也一样，肩胛骨先往后缩，然后手肘往后移动，充分收缩背部肌肉，杠铃有没有触碰到身体关系不是很大。所有的后拉动作都应该以肩胛骨后缩作为启动步骤，斜方肌就很容易找到感觉了。
这两种控制肩胛骨的练背方式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，大家要注意记笔记：肩胛带肩，肩带肘，肘带手。按这样的顺序练背，一定能够找到感觉。第二个背部发力的方法是控制手肘位置。新手练背很容易出现一个错误，就是身体过度往后仰，下拉的时候这样往后仰，划船的时候也这样往后仰，因为后仰可以借力腰部，让你拉起更大的重量，特别是有女生在旁边的时候，还想再加点重量，这样练也是练不到背部的，反而会比较费腰。我们训练增肌一定要记住，重量只是工具，重量本身并不重要，目标肌肉承受了多少重量才最重要。那为什么练背不能身体后仰呢？你看，无论是高位下拉还是坐姿划船，只要身体后仰了，手肘都很容易跑到肩膀的后面去。在这个位置，背阔肌的张力就已经完全消失了，你反而会感觉到这个位置会很酸痛，这肯定就不是我们想要练的地方。可以说，在手肘越过肩膀后的动作过程，对背部肌肉都是无效的。而且手肘过度后伸，还会让你容易出现耸肩，这么一滑，肩部就顺势耸起来了。那么要怎么做呢？我们首先要保证在动作的全过程中，身体都是垂直地面的，可以接受有一点点小幅度移动，但绝对不能出现大幅度的摆动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双脚要用力踩稳地面，用力收紧腰腹核心，才能够保证身体的稳定性。那么在下拉的动作中，我们要保证小臂全程和地面垂直，只要你的身体和小臂都垂直地面，就不会出现手肘越过肩膀的情况，背阔肌的肌纤维走向和发力方向基本保持一致，背阔肌就能够受到最充分的刺激。而在后拉的动作中，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手肘不越过肩膀，拉到这里就停，那么动作的幅度不够啊。其实只要你有充分后缩肩胛骨，肩膀就会被带着往后移，手肘就有更多的后拉空间，动作幅度是完全足够的。而且哪怕手肘稍微超一点肩膀也没关系，只要你优先控制肩膀往后移，而不是手肘先往后移，就没有问题。所以新手练背，手肘一定尽量不要越过肩膀这条线，才能够保证训练不会做无用功。好了，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，新手练背，用下拉动作训练背阔肌，把背部练宽，用后拉动作训练斜方肌，把背部练厚。要找到背部的感觉，要注意控制肩胛骨，做到肩胛带肩，肩带肘，肘带手，而且手肘不要越过肩膀到后面去。以上就是瘦子怎么练显壮的练背教程，这个系列的视频以后会不定期陆续拍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更好的训练，早日练出一副馒头般的背部。